看来你是个更有趣的人，我们两个应该好好玩玩。可以啊，你把王掌柜放了，我陪你玩。玩什么？怎么玩？你说玩啥就玩啥，我奉陪到底。哈！这才是男人说的话。要是爷们儿，咱们就私下了结。别靠日本军警撑腰。我从来不依仗咱们。那就定个日子吧。三天后。你说三天就三天啊，老陈，这事儿咱回去好好商量商量。走，先回去。你的女人担心你了。我更担心你。为什么？你就一条命，没了就回不来了。要不要留下个生死文书啊？新丁后，我是指我教你。你不是说能忍住不惹事儿吗？我没打人，没骂人，确实没惹事。把事儿都揽自个儿身上了，叫没惹事儿？那你说咋办？那王掌柜让人欺负成那样了，我不能不管吧？好汉街上人多着呢，顶属你能耐是吧？不顶属我能耐，可人家偏偏找到我这儿了。老陈呐，那你也不能眼睛眨都不眨就答应了呀？眨不眨眼我都答应了。黑幕欺负人是蹬鼻子上脸，得寸进尺了。你要不好好收拾收拾他，他不拿咱当人啊？那你就算把他收拾了，他就能拿咱当人了？起码让他知道咱们中国人不好欺负。你收拾一个黑幕他不顶用啊？咋没用啊？我收拾一黑幕，他收拾个白幕，咱们人多，一个人收拾一个小鬼子，那就把小鬼子收拾干净了。马旅长说了，收拾一个够本，收拾两个赚一个。你收拾得了人家吗？怎么收拾不了？你不照镜子瞅瞅，多大岁数了？早瞅了，正当年呢。老东西，气死我了！你别生气了，啊！别生气了，等那黑幕酒醒了，你说不定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。对了，那俩孩子咋还没回来呢？棉袄陪着华子呢，放心吧。早知道我就不该让他去找小尊。所以华子不跟你讲吗？哼，行啊，嘿，这日子过的，你们仨成一伙的了。华子那性子，你不让他去，他就得偷着去，万一出点啥事儿咋整？还不如摆明面上，你叫棉袄陪着去呢。那去了不又扯上了？那都是后话了。你赶紧琢磨琢磨你自己的事儿吧。困了，睡会儿觉去。啊，这家伙给我走的，腿都要走细了。姐，你受累了。累都没事儿，能找着人就行。你是不是把小尊学校名记错了？没有啊，我还特意写下来了呢。不，那怎么就没有呢？我也纳闷啊。哎，你说这心情这么大，上哪儿找去啊？哎，要不这样，咱先回家。等问问小尊爹妈再说。要回去你回去吧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不回去我能回去啊？姐，就算是找遍新津所有的学校，我也要找到小尊。哎，真是倔驴。
你等会儿，你找找，我陪你找。老三，哎，该拉酒了吧？明天拉赶趟，正好没事，我去拉。还有，黑木钥匙来了，你让他等我。我说好三天的，这都一礼拜过去了，他不能来了吧？哦啦啦啦啦啦啦！秦老板，急需要出门。出门看看，你来没来？阿拉玛，那不是太巧了吗？确实巧得很。跟你说话很有趣。我怎么没觉得呀？Don't be bad。三爷来了，拿纸笔来。大哥，这放心，他很有趣的梦梦王，我会给他留骨气。大哥，要不要等我嫂子回来，咱们商量商量？不用，我自己的命我做得了主。就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？啊！活着不得劲儿，非得拼命是吧？前有老北风拧了六个日本鬼子的人头，后有马旅长一腔热血扫在了江城，再有方先生一张铁嘴把日本人骂了个狗血喷头，最后赢了一颗子弹，这回轮到我了。我不能成了软骨头，我也得用我这一腔的热血给小鬼子提个醒。中国人没被吓趴下，起足着呢，敢拼命。我要是有个闪失，那俩孩子就交给你了。我放心。别交给我，我不管。有什么计划了不是？跟你在一块儿真累。我是你紧着往身上贴的啊。我后悔了。我回来也没用，没药。
人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 黑木先生来了，陈怀海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？对，你们是约好的吧？怎么又来？我真的不清楚。我是陈怀海媳妇儿，这个家我做主，有话跟我说。 陈夫人，黑木先生，陈老在哪里？山东老家有急事儿，他回家了。你们这群胆小鬼，说谎都那么好笑。 还信不信？既然陈怀海不在，你跟我走。去哪儿？我带你去哪儿，就去哪儿。走。 不想跟女人动手，都给，都给，两个让开，闭上！拿着，不是你拿个菜刀不在厨房待着干嘛呀？快走走回去回家！你俩看啥？走走走走走走。 咋回事啊，官爷？你黑木先生说要找陈掌柜，他不在家。不在家不早说，让黑木先生白跑一趟。黑木先生，这陈掌柜他不在，等他回来再找他也不迟。陈木还没走，他说谎。那不能，他不会说谎的。黑木先生，这个陈怀海啊，我再清楚不过了。 他呀是嘴大胆子小，真犟起真来，他就瘪犊子了。哎，你大人大量，跟他生气不值得啊！干脆你把他当成个屁放了算了。再说了，中日友好，中日亲善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能放一马就放一马。等他回来，我让他主动找您去，跟您认个错。您看行吗？怎么认错？说对不起，不可以。 那你想咋的？要在酒楼外挂一个条幅。
上面写着陈黄海胆小鬼。行，这事儿啊我做主了。你能做陈黄海的主？他我在这样事儿好使啊。好，明天我再来。明天急了点，过两天我陪您来好吗？等等，我就说你藏起来了，怎么样，我没说错吧？走，我们出去。胡闹！大连的社会治安是整个全东北的典范，哪能说闹动静就闹动静呢？万一闹出大动静，谁担得起呀？春海，你马上给黑木先生认个错，快！要说认错，我想应该是黑木先生给王掌柜认错。春海，你别不识好歹啊！官爷，你的心思我明白，可这事儿你管不了。陈光海，我就问你一句，比还是不比？比。三天以后，还是老地方。你要再不来怎么办？这个酒楼你拿走，就当练刀的靶子吧。哟西，兵呢？都听见了吗？到时别拦着我，秦火海，中国男人，切！陈掌柜啊，这个黑木我了解，是个刀术高手，你不是自找苦吃吗？啊！爷，不是我自找苦吃，是他把苦压在我们头上，塞进我们嘴里，是他逼着我们吃苦。你不吃不行，不吃要命，那就吃呗。咋了你？我觉着不对劲儿。哪儿不对劲儿了？黑木欺负的是咱，最后是陈掌柜替咱出头，跟黑木去打。你说这打赢了还则罢了，打输了伤筋动骨见了血，咱拿啥偿还人陈掌柜？万一丢了性命，咱可就是害了人陈掌柜，害了人陈掌柜一家。这天大的恩情压死我！这我看陈掌柜底气挺足的呀，他心里应该有底呀。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陈掌柜他能耐再大，你不看看他多大岁数，再碰上正当年的黑木，能有多大胜算？那黑木不是白给的。那陈掌柜为啥答应跟黑木比武啊？画赶画逼到那儿了。本想让陈掌柜帮着调停，可谁想到弄成这个田地。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？你干啥去？陈掌柜，这钱您拿着，您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吧。我说王掌柜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收起来。陈掌柜，我知道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，可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，
打死我也没想到啊，您和黑木动手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我这辈子都过不去啊。陈掌柜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别和黑木动手了。王掌柜，我跟黑木比试啊，可以说是因你的事而起，但不仅仅是给你出头。日本小鬼子越来越张狂，他们欺负咱们中国人，拿咱们中国人不当人。像这种事情，往后会越来越多。咱们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们就不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面捏的，咱们骨气硬着呢。嗯。眼下这战火正猛，你说咱们上不了战场，也打不了仗，可咱们的腰板得挺起来，啊。咱们呀，不能老猫着腰，要不你日子久了，咱们腰就真直不起来了，是吧？嗯。你放心，我的命就算丢了，也是我自愿的，我不会怪你。陈掌柜，二位先生，里面请。三爷，嗯，他咋说的？啥也没说。你那儿呢？没搭个我。咱趁他睡着了，给他绑了，他啥也没说。你说，他玩的这是什么路子呀？甭管他什么路子，反正不能让他跟黑木动了手。那你就再想个招呗。你别光指望我呀，你也想想啊。打了草，惊了蛇。不好弄啊！你不好弄也得弄，反正得把那头牛给我拴住了。招倒是有，就是有点下三滥。他最恨的就是这个，看节骨眼上了，好使就是好招。那事后你可得给我打个圆场，你得替我扛一把吧。自家的事儿，没得说。都吃完了，就从咱们仨了。吃的够快的，大哥。嗯，咱俩喝口呗。喝口。哎，您喝点呗。我不喝了。喝点吧。嗯。不想喝。其实我也不想喝。哎呦，大哥，这酒都倒了，剩什么咱们不能剩酒啊？一会儿你给包圆了就行了。这就这么一口，您就喝了呗。那掌柜的不想喝就可以不喝，那掌柜的不想喝怎么就不能不喝呢？成姐，行，我陪你喝点。干啥去？拿酒盅去。拿啥呀？咱俩喝一个就行。喝一个哪行？那哪不行啊？你这赶紧赶紧的吧，啊！你再磨叽一会儿，我吃完我回屋了就。哎，对，先喝一杯。你先喝。我敬你，不，三大妹子，不，那个嫂子，您喝一半，大哥喝一半，俩人共喝一盅酒，这叫团团圆圆。这好，大哥，我敬你。哎，味儿不错啊。嗯，是吧？
小郭，你趴下了，醒醒吧。哎，费了劲了，我跟你说。没人。完了，宋大虎说那地儿。你们俩留那儿照顾掌柜的人，没我信儿不回来。走。哎呦！嫂子，醒了。您喝点水。刚才给您喂了解药了。缓缓就好。他走了。走了。都交代好了。您放心吧。总算是没白忙活。三爷。哎。我回屋睡去了。嫂子。有话说。那黑木要是找着我大哥的话，一定会不依不饶的。我去会会他。不行，我不答应。嫂子，回头您给我大哥捎个话，万一我有个闪失，不用铺张，给我备口保本棺材就行。我这辈子做了他的兄弟。吃了，你想得美！背口包棺材，我拿铺盖卷把你卷喽。谁敢再动我的心思，我就杀谁。三爷，您这是咋弄的呀？刚出门没一会儿，那掌柜的眼睛就睁开了，马都惊着了。行行行，我明白了，那口酒他吐了。大哥，您这回。还打算用刀吗？这回是不是还是想把那个金厂子杀金把头那招使出来？大哥，您不比当年了，您老了，瞪眼瞅着吧。我瞅不下去，我那就把眼闭上。打算穿哪身衣裳去？钢柜里，压箱底那套。那不是你从关东山带出来的吗？多少年了，太旧了吧？我差点当抹布给扯了。那上面有老关东的味儿，穿着它，走到哪儿都有亲人。哼，还挺豪气。干的就是八脊娘骨的事儿。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家，谁也不许去，省得让人家笑话着。各位兄弟，掌柜的是非要跟黑木动手了，谁也拦不住。我打算先去会会他。
摸摸底。三爷，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。你说，就您现在这身子骨啊，还是摆弄摆弄算盘吧。那刀口上的活您就别惦记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万一您脚下打滑没踩稳，就有去无回了。你说的我明白，那总得让掌柜的摸清楚这个黑木的刀法，做到心里有数。我去了也不跟他拼命，摸清楚就走。那要是这样，还是我去吧。你能行？行不行的总比您强吧。再说了，我这两下子您心里也有数，拿得出手。说的也是，那也得多加小心。您放心，就按您说的，搞清楚就回，不拼命。真这么厉害啊？可不是嘛，嗑瓜子硌着牙，咱们这回可碰上硬人了。我看老掌柜啊，绝不是他对手。三爷，您赶紧想个办法呀！明天就要到日子了，要是再寻思不出办法来，掌柜的命可就搭进去了。是福不是祸。是祸躲不过，认命。说这个黑木咋那么邪乎呢？哎，我说。你着不着睡得着啊？撂着。干啥玩意儿？大半夜的叫啥呀？别叫，怪瘆人的。你咋了？等等，哎，等等呐，等等，等等呐，等等。净整这些没用的。都啥时候了？啊！赶紧想想掌柜的事儿吧。Thank you.
三爷，料子哪去了？不知道。我吃早饭的时候还在呢。一口气儿吃了三大碗炸酱面。我还说呢，这孩子今儿这是怎么了？吃完早饭就没影了。你能去哪儿啊？上最好的是约三五知己，无醉不归。等到了夜深，和往事干一杯，就赐我手烟盒。世界上最美的事，为岁月静好，现实安稳。任时光老去，宛若初见，笑看似水流年。我要把酒言欢，和每一个生命中出现的人，每一次擦肩，每一次转身，都值得纪念。我要对酒当歌，和每一个生命中路过的人，每一次别离，每一次遇见，都值得怀念。岁月静好，现实安稳。任时光老去，宛若初见，笑看似水流年。我要借酒敬喝，每一个生命中存留的记忆，每一次重逢，每一次失去，生命的赐予。一路上有你。